据媒体报道，李宗瑞性爱偷拍影片去年在网络疯传，其中一名影片女主角岳师妹原定年底要与男友结婚，未料男友看到她与李翻云覆雨后抓狂，不但要求退婚，还要她把订婚钻戒还来。岳师妹自认当天正值生理期，但李宗瑞不顾一切性侵她，毁了自己的幸福人生，愤而提出诉讼性侵。但受命审理的法官蔡宇璇反复观看性爱影片，称已经看到都会背了，而后认定岳师妹意识清醒，与李宗瑞互动亲密，判李免负刑责。岳师妹告人不成，反被法院认证，现在常要担心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一夜风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，令她悔不当初。优酷圈娱乐整理报道。